你们可以在打消耗之前先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吗？砸他砸他，上不进去上不进去，在那边 Q 就好了，躺着不是死掉。谢谢，左卡左卡左卡，你闪身 double kill。好的，我会尽力记住大家的，但是主播的 USB 容量是有限的，但我只能跟你们说我尽力。我要是直接展开分奴模式，就直接都选那几只，十连胜应该是有机会的。非常律师我有看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下播看完非常律师就直接睡了。你要分奴模式吗，兄弟们？直接再吐轮一把，卡利亚嘛，直接再吐轮一把，直接分奴模式，高速处理，装二是不是？好的，我加油，兄弟们，我加油。这把需要我开麦指挥吗？确认吗？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我能不能肥到。哎呀妈，送满五颗头我就直接开麦处理。毕竟我的连胜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武器出原力耶！为什么要出原力啊？好像马青年就十二等之后的王者。萨利亚骂嘞，孤立无援。哎，乌锦，你可以出那个吗？解扣吗？你要出原力这么凶，你加 ID 会需要保。莉莉亚，你要出爆裂法杖哦。哎，那个爆裂皇冠直接出对手，直接出对手。我先带个上线。哎，你们那边 OK？ 哎，看一下莉莉亚。哎，拉一下哦。哇，不算啊。兄弟们，等一下啦，靠背哦！啊，你们看一下地图，啊，你们可以在打消耗之前先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吗？抱歉，我雷了。OK， 知道就好，谢谢。没事，林北帮你们处理最大尾的。OK， 先打消耗，先打消耗。OK， 打残。哎，阿内特没大，先清中兵，注意左边，注意左边。OK， 可以压左边吗？可以压左边吗？哎、欸，哎呦，哎、欸，拉回来，拉回来！这补包给我，这补包给我。感觉都没有 damage， 你们他们在吃凯撒、欸，可以来吗、哦？算了，那只能去抓下路了。中路哦，没事没事，慢慢拿。哎，注意烟娜哦，他夹过去了。哎，可以杀他吧，这烟娜很过分。杀他杀他，你走得了吗，兄弟？好的。哎，那烟娜那烟娜烟娜，搬 AD 搬 AD， 追追追，追主卡，他没大，主卡没大。哎，拉位也没大了。来来来，那个大象那个大象，我在看你，兄弟我在看你。杀他杀他，上路继续上路继续，哎、欸，就他一个人啊，没关系，林北来林北来，你们压中。等等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人不见了人不见了。我看一下哦 ，OK， 他们都出仙灵了。莉莉亚，你第三件要出混沌法杖哦，对，那个对手都出仙灵了。来哦，中路看我、哦，我打消耗。哎、欸，阿内特没大，阿内特没大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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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哦，注意拉尔大哦，哎、欸、哎，主、欸、卡没大，主卡没大，哎、欸、可以来吗？看我没按到自残，来来来，压出去压出去，打近的打近的，哎、欸、注意主卡注意主卡，拉回来拉回来，锁人输出，打近的，注意烟娜注意烟娜，注意烟娜。OK， 打进的打进的，帮他刷新 ，Nice， 漂亮，兄弟，打得好。等一下哦，注意主卡哦，注意主卡哦。上面上面，乌锦排草，乌锦排草。对，等一下哦，我叠个被动，来换我们吃，换我们吃，换我们吃。那个中左才好，艾迪。OK， 碎碎碎碎碎碎碎，来来来。我电人，我电人，我电人，点塔点塔，我在看你，我在看你，哎、欸，过来加主卡，过来加主卡，
OK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别，哎，林夏，你在穿什么？哎，老板。OK，我先，等一下，林北先带一下路。这波重整，收个眼。我龙丢下好了，等等先爆外场。红，哎，注意边线那个燕娜哦。哎，对。我龙丢下，我龙丢下。先整线。Wait。哎，红你可以吃，红你可以吃锁。OK， 哎，啊，注意回去的地方。我们先吃双龙，中右一起压。来，中右一起压，乌几，帮我们压中右。哎哦，没事了，点到。哎，卡他们回中，哎，你去卡那个拉威尔，你们那边给我视野，可以过来压他们中。我去点中塔，你们卡着。恶心他们就好，我可以 BD。你们那边卡着别死人哦，卡着不是死掉，谢谢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来了，我来支援你们了。OK， 谢谢。没事。哇，中塔没掉，好亏。不要，那个就只要卡着就好，你们不用急着打进去。对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拉打，兄弟。对，他们压力很大。因为你们看着，你们就只要看着，你们就在那边 QQQQQQ 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懂 QQQ 吗？如果打不好就变成换我 QQ 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懂我意思？对，希望你能明白，宝贝。OK， 来，哎，不要全部露头，来，过去，走。哦，这样优秀的巅峰指挥官，注意哦，哎，有吃吗？没吃就好，你可以拿红哦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慢慢来，注意到会耳道哦。OK， 呀，找人，找燕娜，帮忙找燕娜。哎，注意中路。OK。我先收个眼，等一下。上路带出去。我先点被动哦，你们小心哦。保锁文，注意那燕娜。来，先扁那，哎，压中锁可以吗？看一下，兄弟。OK。哎，主卡没招。我先清个兵哦。我等等来，来打进的，哎，中路过来，看我兄弟，我不会死，电他，OK， 漂亮，哎，我带个下线，你们可以拉回来吗？慢一点，我带个下线，可以吃凯撒的哥，来吃凯，靠，我他妈不是预购，他妈复活甲，怎么刚不是买复活甲？直接吃吧。艾里踩在上路的横草，莉莉安，对，看好前面。我跟你讲，主卡一定会来，你们先接，我去把他打走，他一定会过来。OK， 我把人打走 ，poke 他。OK， 中左才好。追，他不来了，他放弃。可以，我看一下蓝 buff。OK， 艾里在下，对，我跟你讲。先帮艾里缓线，然后我们打上路，我们不要露头，给压，来，先整线。我跟你讲，这波要再帮下路，上路卡着，要再帮下路一波。哎呦，燕娜哦，你那个兵要清一下，哎，帮我们压一边视野好不好？不然我等不能没办法帮他。艾里你那边小心，你那边是万白啊，我们中路打起来了，我们这边会赢。哎，阿奈特没打，可以打。哎，过来中路，哎，上路要很大哦，没关系，你们要直接中路，我也是 OK 的，兄弟。OK， 让我叠，来，注意我。哎，主卡哦，我可以来帮你哦，我可以电他，看我兄弟们，电到，很长，打正面，拉回来，别急，先打大枪，艾里哥，来 ，Poke， 注意主卡哦。注意主卡哦，真的注意主卡哦。OK， 我先把主卡打走。哎，主卡很长，兄弟们不急，上路。等一下我先叠被动哦。好的，来，我跟你讲，让我 poke。我觉得你们状态没有很好啊，你们有办法拉血吗？看一下我 poke 而已。主卡很长。OK。哎，注意哦，没事，我还蛮安全的。打进的 ，nice， 漂亮，打得好。点塔，慢慢来啊，注意主卡哦。艾里，你要盯那个哦，燕娜哦，主卡我帮你们看。来，主卡，死一个，主卡。你看这什么垃圾智能施法？
左卡左卡 ，nice nice， 漂亮 ，nice， 逆转分 double kill， 可以，所以五连胜，睡吗兄弟们？五连胜，对吧？啊，这才像话兄弟们，睡吗？当然兄弟们，我就跟你们讲，我开麦那个弄领域直接展开，你们知道吗？直接上分处理，真的，平常都是做效果。